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公司今天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来了。老公，我在家都要无聊死了，我想出去找份工作。要不，去我公司给我打杂吧。我可不去，我怕您公司员工说闲话。再说了，就你媳妇儿，我这工作能力，要啥样的工作找不着啊？行行行，我媳妇儿啊，去吧。那我明天可就出去找工作了。去吧，要不然咱俩在这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？哎，媳妇儿，咋起这么早啊？我不是找工作去吗？哎呀，我也忘了。老公，我吃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去吧，祝你找工作顺利。魏先生，你嫂子刚从家走，出去找工作了，你去跟着点。现在这社会，人心复杂，有啥事立马给我打电话，我马上到公司。你好，我在朋友圈上看到你家招聘经理。嗯，对，你以前有过什么服务行业的经验吗？服务行业我倒是不太了解，但是我已经做过高层管理。你这样的吧，你先从服务员做起，要是做好了呢，我可以给你提升个经理。好的，老板。而你就静静地待在我身边。先生，你醒也不想睡着。对不起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不是你他妈半身不遂啊！你知道我这衣服和表多少钱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你这件衣服多少钱？我赔给您。你他妈一年工资也赔不起啊！去把你们老板叫来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店的员工都是半身不遂啊，把我衣服都弄脏了，怎么办嘛？你他妈第一天上班就给我惹麻烦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看这位先生西服多少钱，我赔给他。多少钱？十万，你赔吧。老板，你这不是讹人吗？我他妈就讹你了，你能咋的呀？十万，没事吧？老公，老公，大刚酒老板给你牛逼坏了，没说，多少钱？十万。大点声，我们听见。十万，五千。再大点声，我个娘们儿。两千，大哥。两千。说话。不说。说话。说话。好，爽了。这张卡里有五千，赔给顾客一分钱。还有。剩下的去医院看看你这张手里。起来，我让你起来，听不见的啊！过来，给我修理去。滚！以后老老实实在我身边待着，我都舍不得欺负，哪能让别人欺负？Everybody's going to the party, have a real good time. Dancing in the desert, blowing up the sun.